是永远的回程票，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。子君身穿校服，昨日下午三点几由阿爷带去渡船阁文昌街文昌楼一间补习社。阿爷看着他入了大厦之后就离开，并没有陪同他上一楼的补习社。大约十五分钟之后，补习社的职员未见女童出现，打电话给他的家人才知道他失踪。女童身高约 1.22 米，左手有疤痕。警方呼吁市民有女童的消息打电话。把头抬下，抬下，就他，靠下，你们站住！站住！你干嘛？火星了，火星，火星！姓王，往哪去？我不知道啊，没我的事。他要搭我的车。带过来，快走！快！你听姑且啊，想当英雄是吧？这辈子没啥指望了，知道吧？知道为啥吗？白头，你做错了人，走错了道，白活一场，知道吗？带走！是。啊，好，好。太漂亮了！哎呀，不到24个小时，三省同号公案，嘿，彻底破获呀！哎，告诉吴恩，叫他彻底的睡一觉再返回啊！好。哎呦，我也困了。好，老钱，你睡觉啊，你去睡觉。好好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师傅，他是吴恩吗？你说呢？肯定是。
重要的情况，你咋不早告诉我？这个姓魏的必须完全隔离。好的，要干的人就是他，一个也别放走，听见没有？到，名单上也有你的名字。走开，带下来。肖司令跑了。啥？你们行动谁知道？啊？知道我们的，不对其华灭其实。眼前浮云匆匆去，肩上风雨起。本来应该是我的女婿，可惜我的女儿不在。这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。有一年战争途中遇上了一个昏迷，我们和另一支战争队伍都停下了三阵婚礼。在这个婚礼上，我的女儿玛利亚和戴丽丝相遇了。说话了，等专场回来。好，你当心点啊。哎。